给其他也是第三次来的朋友请举手，好吗？超过三次以上，哇，谢谢你们的光临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现场的新朋友跟小丽的光临啊。接下来看你的歌迷那么热情，我就不好意思上一半打搅你的时间。哦，真的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对，度假时安尼，迄个后边哦，第六块都有一个人客，看你唱歌安尼，哇，遐尼认真。是啊。有些有光叫起来切歌者。大家好。那是人客，我交代。哦。照伊所要做的。我是叫大家做。哦，安尼啊喂，水好多。对啦，对都人客啦。谢谢，谢谢六桌的朋友。好好好，希望大家吼，以后有当回来吃，甲阮捧场，好无？吼，今仔气氛恁有介意无？谢谢谢谢。当当当，对，要当当当当。歹势，甲你叫叫者。哦。迄个边啊，第五块桌遐是人客。哦，第五个。经济较歹啦。刚好有一个巧克力，我叫我叫我提给你，叫我代表伊哦，甲你敬唱安尼。不是我的意思，那是人客要求，我是照伊的意思甲你讲，啊看你袂用，会使无？刚刚咩？还袂使？人客要求。人客要求，我就照人客的意思啊。好，第五块桌位就敬上，我就照你意思甲敬一唱哦。谢谢。要注重公众卫生。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今仔日的人客，咱拢遮尼济特别的要求嘛，吼。我都问问，讲你嘴有细无？你搁看我的手有细无？真正，真的是吼，但是还是。歹势。歹势。我才无用的，迄人客的代志哦，我处理袂用钱。便所比迄第十二块多的人客，搁伤远吼，要行过来伤忝。是。这朵花叫我摕予你啦。哇。这朵拄啊，糖蜜捌用过。啊，几手的回收较俗安尼啦。但是伊的心意讲叫我这朵花送过来。是。伊讲吼，有一个非常无礼貌要求。是。讲叫我代表伊。把你让去。无，既然无礼貌，我就莫做啦，对无？你嘛啥无礼貌？有人上来要跟你抢座位啊！棒棒糖，那你要让一点吗？来，请问你送这支棒棒糖，你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？你希望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那不然阿姨的卡是我的回结，好不？你看看人家小孩子。就是这么的正人君子，爱甲教甲会晓。那你什么棒棒糖都无其他的要求。好啦，安尼摕，阿妈拿摕吼。无你嘛拿，啊一下手嘞，嘿啦嘿啦。好，谢谢你哈。迄个人客讲哦，我是做你拄好人男女的，你叫我来男情的。人客要求无咧卖无紧啊，我毋是做爱揽的，对不对？我大家要揽嘛有。你会使甲讲倒一位人客无？来倒来倒来。白手起家，大富大富咧。你是讲盛老师哦？无啦，靠后边咧。我那个是你。靠后边咧啦。哦，靠后边咧哦。贝阿姆啦。贝阿姆啦。我讲我都毋是种人对无？你是人客要求，无人客要求，叫我揽你。工上那部队，但可以做什么就赶快拼命的做。谢谢谢谢，哇，好开心。对咯，哎，那些哦。你给我什么？不是，头家叫把面给收起来。讲这哦，要做的爱嫌人啦。继续唱歌，来继续。好，
继续呢来安排一首台语老歌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因为今仔日呢，咱爱互大家听无同款的歌曲，对无？再来一首《可怜软花再会吧》。
看你阿妈，你搁伫遮，你是俊宏是无？是啊，昨日你刚甲送去吃黄糕，到即摆已经经过两年364天，伊还是袂回转来，我逐天拢去。爸爸，知影我伫处理，一个人一刀未划三米四，真俗哦。我拄仔电视我乱电动机，我你小介绍一下心情一下。一个查仔会当解忧愁嘛？忧愁。俊宏无伫这段时间伫厝里，会感觉无聊吼。这小无聊，我逐天拢摸着双眼枕头。摸枕头。对啊。爸爸伫你隔壁房，你哪能摸？你摸枕头摸要死啊！啊！你是咧嘛？我不必食枕头是无？啊？你食不好，这个情况啊？啊，妈咱唔食咧啊，对无？你看着，厝边隔壁拢希望咱大家，大官，大家。大官。大官。你是大家还是大官？查某是大官啦，吼，大官。拢希望咱大官能替我后生来照顾，但是我唔是种人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第八地状元嘛，袂当接受。还袂使，做事大人拢是大人的款，哪会当安尼？是讲这段时间。你俊宏无伫咧，你连旁边拢做恁代志。我拄暂时讲哦，拢莫想恁只。除了莫枕头以外，莫创啥。我有当时听到电动的声，你拢是耍电动玩具吗？我插电，我咧甲你的水壶啦通滚哦声。爱注意。大官，你想想。唔通用心跳来留电。知影无？你们台有一个老店的唱歌无？啊？以前爸爸有一个好的朋友，过生日的时阵，伊的同学送一个电动的，电动按摩吧。迄电动的物件偌恐怖，你毋知？迄电啊有强有中有弱的。伊讲伊讲讲，这些物件怪怪，伊阿公阿婆来试看卖，用弱的治得了。老公，吼、哦！伊个红菜马上爽起来，讲啊，这个物件遐厉害，敢用上少的物件治得到，叫老公安尼，敢用中的看。老公，哇，真爽，倒叫的啊，老爽着老爹来改命。所以话你讲，千万唔好用上强的，才会老爹顶着。哎、欸，咱多一个都会啊！讲迄个阿宏啊，已经去234天，拢无转来找我看。你知即摆伫人伫遐做兵是有平安无？哦，小蛋，我把这光这下啊，无这歹面。喂，啊，是讲哦，人家讲嘛，讲我是一个不修，我不修啦。但是爸爸看你最近安尼小三无吧？对啊。啊，你是拢无食饱是无？啊？你是阿宏是无？你是阿宏吗？我真正做想阿宏的，我看电片我都想着伊。阿宏。爸爸，我进来了，爸爸。你当兵了？爸爸，你怎么在创啥？你不做兵，你还有片的吗？啊，我做兵，但是我。你不管你在哪里送的。我去战争受伤啊！啊，你受伤？啊，稳重无？稳重无？伤！来来来，帮你看卖，你伤到哪里啊？我伤到目睭。目睭？那不是我下面，伤目睭要死。爸爸。哎。但是我要甲你讲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我即摆已经唔免做兵啊，因为我受伤。啊我。所以阿宏，你意思是你会当回来陪我？咱逐天做伙，袂阁分开啊？是咧，你等者，你等者。啊！我
受伤，伫个阮军中迄个病院，有一个护士对我足好。护士。啊，我今仔要带来互爸爸看。爸爸。等下，这个护士啊，护士长。你个护士我老的。我伤着目睭哦，拢伊咧甲我照顾，我看较无。啊，无怪伤目睭，目睭都聋，这种囡仔当作好个。爸爸，你袂当安尼讲，我做一个白衣天使。我嘛爱把阮翁的身体照顾好，万一你后摆若中风的时阵，我中风呀，你搁中嘛？哦，啊，若无，后摆你若搁开大肠癌的时阵，开过也是搁开啊。啊，啊，那无啊，阮朋友嘛想要你来送钱，我叫你来送。安尼哦。我坐了摆。哦。你的意思讲，你即摆伫军中实在着伊，是先去等下把我钱是搁拢是搞照顾的，对。照顾了再。阿豪。你让你爸太无面子，太伤心了。好好一块过，但是好好一个查甫，你唔敢过咧。像这种的，你也当作宝贝同款。爸爸。威廉，你反倒讲我人情我见。爸爸，你今仔日见。我目睭有这么宽。从今嘛开始，我无你这后生，你把钱我出去。你威廉。我来看谁，请我说，我谁来？爸爸，我们来啊！节目方式，他来呈现给我们听啊。是啊，希望大家会介意。希望大家会介意，对吧？啊，咱今仔最后，咱再来唱一首歌。嗯，你要问看大家要听无啊？有要听吗？因为阮中风几时阵吼，伊可能迄阵曲调无清楚，但是伊即摆回心转意，我还是会原谅他。那大家来听我们合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再来一首《上水的嫁妆》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轻轻。